那边有一个五岁开始啊，五岁开始可能喜欢我吧。好的，那你挺早熟啊，五岁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吗？不是，导演你看一下我这个脚上这样合适吗？导演给我脚一个镜头。我这是去了哪个景点的公共厕所了是吗？太多了。那边有一个五岁开始，你五岁开始干什么？你只写了个五岁开始就没了是吗？啊，五岁开始可能喜欢我吧。好的，那你挺早熟啊，五岁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吗？啊，好的好的。接下来呢，不是导演你看一下我这个脚上这样合适吗？导演给我脚一个镜头。我这是去了哪个景点的公共厕所了是吗？太多了，我们下次台上扫一下。夜半人就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。